我都过，昨夜我又梦见我赤裸裸地伏坐在扶索的山峰上，这里没有妖骚的尸声，只有时间坐着时间的范畴的微笑。站的真理语，我是在爱着什么事，我觉得我的心如垂天的蓬衣，在向外梦里的扩张又扩张，永恒刹那间映出于现在的一点，地球笑如隔远，我轻轻地将它拾起纳入胸怀。这里没有眼镜蛇、猫头鹰与人面兽，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与玉蝴蝶。这里没有蚊子、精卫、千手千眼蝠、咒术。一团浑浑茫茫沉默地吞透的力，不会这样。那我是今天的朗读者跟主讲者杨嘉贤。那尤其在中午，现在是大家刚吃完饭的时候，然后听到这么刚那种缓慢的那种犹如梵音一般的那种声响，我不知道大家内心有没有感觉到有那种尘埃被沉淀下来的感觉这样。那我想现场可能很多听众都已经看过了这一套电影，那这一套电影他们在导演写作有六部，那拍了台湾六个重要的文学家，那里面有一半就是诗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就是说诗这个文类它在当今的一个文学阅读里面，它通常被视为是一个比较边缘性的东西，但是同时它也保有它的前卫性啊。那但是当我们去追溯到一个台湾文学，尤其台湾战后文学的一些重要的经典的作家的时候，我们脑中很容易浮现出好几位诗人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还蛮有趣的这样。那这一部《周梦蝶》呢，如果有看过人可能知道它长达好像将近3个小时或者是超过3个小时啊。那如果有非常静定的看完的人，其实我是很佩服的啊。那我自己大概看了2次这样，有没有耐心看第3次我不知道，但是这一部其实是6部当中我觉得是拍的最好的，因为它是拍的最有文学的感觉的。那导演陈传兴先生他本身也是一个文学跟艺术方面的教授，所以他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放了非常多的能够跟周梦蝶先生的创作生命彼此呼应的一些隐喻跟意象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纪录片，它其实有一点像是陈传兴教授他怎么样通过他的一个专业的跟爱美的眼睛，他去读这部电影，他去诠释这一个伟大的诗人，然后他在里面有一些他自己的意见在里面。那这个意见也许跟你对周梦蝶的看法跟意见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正是有趣之处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观点，然后导演自己的观点也非常的强烈啊，所以在看的时候再加上周梦蝶本人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感受，我觉得他彼此之间能够形成有趣的三方对话这样。那个我的照片可以先跳过去这样。好，那因为大家手上可能都有拿到这一次的这个讲义这样，那我这一次我其实是想要讲他的3首诗哦。那我其实绝对不会说我自己是周梦蝶的专家这样，因为周梦蝶的专家其实是高师大的曾静峰教授了，他真的是对周梦蝶非常非常熟悉。那如果大家看过《化成灾人》这部电影就知道曾老师他在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哦。那我只能说我自己是对周梦蝶的某几首诗特别特别爱好的一个读者这样，所以我在很多的谈诗的场合，我常常喜欢把他这几首诗拿出来谈。那我主要想要传达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周梦蝶他长期以来给我们一个孤独国王的感觉啊。那你说孤独国王这样子的意象，他在诗人当中是很稀奇的吗？不是啊，罗志诚也是孤独国的国王啊。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啊？我觉得那个差别是，例如罗志诚他受的这个西方的哲学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或者是西方文学给他的那种影响跟笼罩会更大一点，但是当我们在看周梦蝶他的那种孤独的方式，我觉得有时候更靠近宗教一点，跟罗志诚那种东西会不太一样或者是我们更广义来说，你可以说大部分的诗人大概都会自诩为是一个孤独国国王。那在这里面周梦蝶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样？那在我刚刚写完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一篇文章当中，其实我想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知道周梦蝶非常喜欢《红楼梦》，那他写过一本书，就是写他的，他用他那个有名的那一笔书法写他读《红楼梦》的笔记这样。那一个人当他去出版他的一个唯一一部的阅读笔记，而对象是《红楼梦》的时候，你就知道《红楼梦》这部经典对他的生命一定是有一个类似船锚或者是砝码一般的那种存在这样。那《红楼梦》里面的两大主角就是贾宝玉跟林黛玉嘛。那我想要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就是我认为这两个角色他们的某一些内在的核心跟真谛，它其实是具现，同时具现在周梦蝶身上的所以我觉得周梦蝶她是一个90岁的贾宝玉她同时也是一个男生女魂的林黛玉这样那我等一下会谈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这样那我想我们先来看这首《积雨的日子》好了那其实我在下面看到有好几位同学不好意思，教书教学会讲同学，那几位同学其实已经听过我讲这首诗了，那不好意思，你们就要再听一次哦。那因为这首诗我觉得是周梦蝶写的最好的情诗之一，而且再来是，如果大家对周梦蝶的诗你其实有一点印象的话，你可能知道她的诗里面喜欢用非常多的回环反复的词句，所以如果你不习惯她的修辞方式的话，你在里面看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种误入迷阵的那种感觉这样。可是我觉得她这一首诗刚好是比较没有这个特色或者是问题，或者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刚开始接触周梦蝶的诗的人的话，那我觉得从这一首进入也许能够比较快的抓到它的魅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哦。那这一首《积雨的日子》它写的是它经过孤岭街那附近哦。我先稍微念一下，然后大家手上都有这一首诗哦。涉过孤岭街的拐角，柔柔凉凉的，不知道从哪儿飘来的一片落叶，像谁的手掌轻轻地打在我的肩上。打在我的肩上，柔柔凉凉的一片落叶，有3个谁的手掌那么大的，
这不正是来自缥缈的仙山，你一直住想守望的那人的音息？无所事事的日子，偶尔记忆中已是久远节以前的事了。涉过积雨的孤岭街拐角，猛抬头，有三个整整的秋天那么大的、那么大的一片落叶打在我的肩上，说：“我是你的，我带我的生生世世来为你遮雨。”雨是遮不住的，秋天也像自己一般的渺远。在积雨的日子，现在他常常抱怨自己，抱怨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在积雨的日子，涉过孤岭街的拐角。那这首诗它基本上是一个情调比较舒缓静定的一首诗哦。那这首诗我最想要让大家注意到一点，就是诗人他怎么样在里面把那个情感的物件、思念的物件本身进行一种近乎魔幻的变形哦。例如我们在第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诗中的这个人他经过孤岭街拐角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拍了他的肩膀哦。他说像谁的手掌通常肩膀被拍你会觉得好像有人是在比如说认出你是谁或什么等等之类的，他来拍你的肩膀，但是其实只是一片落叶那这个落叶可能大，可能是梧桐叶或什么之类，或者是懒人树的树叶之类，他大概有一个手掌那么大。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片落叶它的本身它的尺寸是一个人的手掌的那个尺寸它现在是这个大小这样。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写说这片落叶他到我的第二段，他在这个诗人的想象当中，他扩大了，他变成有三个谁的手掌那么大的一片落叶。那为什么这树叶会长大？它都已经掉下来，为何它还会长大这样？并不是见鬼了，就是说，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诗人他本身的想象力在里面让那一片落叶，就是扩张了，像魔毯一样，所以这片落叶，我觉得它在这里面，它其实就像那个飞天魔毯一样，它是承接了那个诗人本身的那个思念，所以这个思念有多强，这个落叶的篇幅就会变得多大这样。所以它在这个地方，这个落叶它作为一个思念的一个版图跟篇幅，它现在变成有原来的三倍那么大。然后再来是原来像手掌那么大落叶跟有三倍大落叶，我想那个重量也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是有一个人的手掌这已经变成巨灵的手掌了，这样我们原来的人的手掌三倍那么大打在你的肩膀上的话，你可能会内伤吧类似那种状态所以当这个落叶，当这个魔毯的本身它在扩大的时候，我们知道诗人本身已经有一个内在的淤伤在这里面，他被刚刚那个落叶所扩展出来的那个自我的思念的想象给击伤了是这个东西那所以从第一段到第二段，你可以看到那个落叶在面积跟在重量上面的扩展。那么到第三段呢，第三段的地方他就说呢，他猛抬头，他说他看到三个整整的秋天那么大的一片落叶。那这个地方我想大家可以立刻想到某一个成语，可以想到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这个东西。那三秋是多长的时间？是三年是三年，不是三个季节，是三年，因为一年一个秋天嘛，所以它这是三年的时间。那一日不见如隔三，我一天没有见到你，就有如分隔了三年一般。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成语里面三六九十二之类，它其实都是一个要讲就是说时间很长数量很大的某一种代称词，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之间不能忍受一点点的分开，如果分开的话，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思念的时间的感受就会扩展到无限的大这样。但是呢，我们看到前面从一片手掌那么大落叶，接下来三个手掌那么大落叶，接下来到第三段，这个落叶它继续扩大，可它继续扩大，它不是在重量，它也不是在面积，它在时间里面扩大了，所以它现在变成时间的象征它从面积重量到时间，它在时间里面长大，它变成时间的代名词了。然后呢，在同样一段的下面，他就说呢，我是你的，我带我的生生世世来为你遮雨这两句真的是写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两句大家可以就是，我觉得是时候这样子的诗可以代替席慕容那个什么五百年的东西了，这个写得比那个五百年更好这样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从三个秋天，它接下来当三个秋天本身是时间的尺度的时候，那时间的尺度进展到最大，它可以到达什么地步？那就是永远，就是永远。这个我们时常用的词汇，也许我们有时候觉得它接近于滥情，永远或者是永恒，那这个东西通常指的就是时间的无限扩大，没有边境
啊，那他在这边他就讲到说，你从本来是三秋，但是到了现在，他变成扩展到生生世世，也就是他对对方的思念跟情谊是到达生生世世的地步，是不是这一生这一世就会结束的？他会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时间这样。啊，那我觉得其实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非常有趣哦，就是说文学家们他怎么样表现出他对永恒的那个想望跟感受。如果他一开始他就写说我是你的，我带我生生世世来为你遮雨，也许也蛮有震撼力的，但是我觉得在诗的艺术效果上面他没有一种渐进的感觉这样。所以这个诗人他只不过是经过这个拐角，也许他想到了某一些回忆，那正因为有某一些回忆在触动他，这一片与他无关的落叶才会感觉起来像某一个人的手掌这样。那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讲永恒的这种讲法，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失效。因为这我就要顺带讲一个东西，这个例子我很常讲，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他提过一个象征永恒的词汇叫做海枯石烂。那海枯石烂我们以前就是这个是歌词里面常出现，或者是写得很烂的情书里面常出现的四个字这样。那海枯石烂的意味就是说海永远不会枯，石头永远不会腐烂，所以我对你的爱情就像这个海跟这个石头一样的恒久，它是永远的象征。但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他就讲，他说因为现在空气污染的关系这样，所以现在石头它被那个酸液所腐蚀，它现在其实败坏的比以前快很多。所以张爱玲他就写说现在海枯石烂也很快了，那我们知道香港填海啦或什么等等之类，所以海枯石烂也很快。当海枯石烂也很快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所谓永恒的事物呢？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但是他可能在诗里面他必须用一种更优美的方式去表现出来这样。那这一首诗呢，因为我对这首诗我会有自己的看法，这首诗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我觉得前三段写得很好这样，第四段我觉得还好而已这样，所以第四段我基本上是不太讲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一整首诗的亮点它就在那个东西，在幅度上面的，在重量上面的，在时间里面它被扩展到极限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他写的最好的部分这样。那我们从这首诗里面你就可以感觉到朱梦蝶，我们现在对他的印象，很多人常会把他跟佛学的东西连在一起。那当你看到朱梦蝶的时候，你也常会觉得说他的形容非常的枯槁，所以他会不太会令你想到就是说红尘俗世那种感觉。可是我恰恰认为朱梦蝶是最入世的一个，而且是最多情的一个诗人这样。我们仔细看他所有诗集，大部分都是情诗啊，很多都是情诗。即使他在里面当他在思考命运的时候，比如说他常会问说川端桥的下面川端桥的下面是川端桥，应该是现在中正桥吧，就台北县市内中正桥，以前川端桥比较美啊。那他说这个桥下的浮沫跟我之间，跟我这个人的存在之间有什么差别比如说思考这一类的东西在这里面的东西你也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思考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对人世有情他不忍心让自己，或者就是说让人的存在像浮沫一样，它浮现了然后它就消逝了，那它出现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朱梦蝶它其实都是带着非常强烈的对人世的感情在思索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的问题这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朱梦蝶本身的诗也是非常存在主义的，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存在的站立感这样。而这个东西跟他在宗教里面得到的某些东西，以及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得到的某一些感悟，这些东西很有趣的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个孤独国国王跟像罗志成式的孤独国国王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他是那种悲悯的那罗志成是那种沾沾自喜式的这样子。沾自喜是没有关系啊，诗人有一点沾沾自喜其实还好，这不是攻击啊。好，反正那个罗志成今天不会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页。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红蜻蜓》的这一首诗啊。那这首诗很少人谈周梦蝶的时候会谈这一首诗，因为我们大部分谈到周梦蝶的时候，可能讲的很喜欢讲他孤独国，或讲他一些感觉起来很有佛学或禅理的诗哦。可是我觉得这一首诗正能够证明他是如何的热爱《红楼梦》这个东西啊。那我们看一下这首诗，他说吃胭脂长大的，那吃胭脂长大的那古今往来有谁？那当然是只有贾宝玉而已啊。那
我以前我在学校里面教《红楼梦》的时候，我常问我学生，我说吃胭脂，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贾宝玉不一定是吃那个胭脂盒里面胭脂，他有些时候他看到其他那些姐姐妹妹，他就会跑上去，然后黏住人家，或者是扯人家衣角，类似这样，然后就说要吃胭脂，所以那近乎接吻哦。但是因为他小孩子嘛，所以有一种纯真的感觉这样啊。吃胭脂长大了，曾经如此爱自由，胜于爱自己。爱异性又胜于爱自由，不同的异性，所有的异性，但这已经不晓得是多少辈子以前的事情了。而今你是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爱。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他把吃胭脂这个东西跟红蜻蜓，他觉得红蜻蜓的前世好像就是吃胭脂的贾宝玉一样。那这首诗他那时候打动我，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对贾宝玉的理解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大学第一次教《红楼梦》的时候，班上都是理工科的学生，我请他们在那个就纸条上面告诉我他们对《红楼梦》印象是什么。那我发现大部分理工科的学生给我写说，他们说好像是有一个叫做贾宝玉的人，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后宫这样，然后里面有很多女朋友，这就是大家的印象啊。我觉得还蛮霹雳的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大观园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作为一个爱情的高度的象征，纯情的高度的象征，跟例如像后宫这种东西作为欲望的高度的收集的象征，它彼此之间的界限是这么的微薄，而我们一般的读者在看的时候是多么容易弄混两个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在这边的理解是非常棒的，他就说吃胭脂长大的，他如此爱自由胜于爱自己，把自己放在最后面。那什么样情况之下会把自己放在最后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宗教性的情怀啊，非常非常宗教性情怀，它是奉献式的，所以自己一定是放在最后面。可是在自己的上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自由。那自由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呢？他下一句他就讲了说，他说爱异性又胜于爱自由。那爱异性胜于爱自由，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异性中文点是男的，所以异性一定是指所有的女的所以他是不是一个这个自由诚可抛，但是爱情价更高那样子的一个存在呢？但是我们再看下面的两句，他说不同的异性，所有的异性。那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见鬼了，所以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是这样吗？这种不挑的状态吗？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异性这个词汇啊，我们可以从字面去解释哦，性这个东西它可以做性质来解释。那异是什么？异是跟我不同的东西，所以异性就是跟我性质不同的一切的存在，我觉得可以做这个意思解。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回来看《红楼梦》的话，贾宝玉他是不是对于一颗石头、一只蝴蝶、一朵花不要说人了，他对于无生命的或者是其实没有办法跟人类做沟通的东西，他也全部都有浓厚的感情甚至有些时候呢，他会想要说某某人家里挂了一幅美人画，那个美人会不会活起来呢等等之类的这样。所以他在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想象，因此他对于一切的异性，一切与我性质不同者，他都爱他们所以这个是无差等的爱这是宗教式的爱。那我觉得他在这边讲得很好，就是贾宝玉基本上就是这种宗教式的爱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对这个贾宝玉有误会就会觉得说他是这个少年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好像很多女朋友，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曹雪芹他原来要讲的那个意境其实是非常高的，是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博爱的东西在这里面然后呢，他把前面这东西讲完之后呢，他就接下来讲后面他讲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说你爱雨，爱如丝的细雨，细雨中的微风，微风中的轻盈这个就是周梦蝶的拿手好戏周梦蝶非常擅长用这个句子里面的某一个东西再加以延伸，然后再用这个东西再加以延伸所以这个句式，如果喜欢写诗人可以把这个方法学起来。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他就说你一定还神往于两幅奇景留得住永恒，留不住这一瞬的两幅奇景，晚红与落日这样。那当细雨出现，像蜜月中的小别，小别后的狂喜，而那晚红欲言又止的晚红，那落日尽此一醉的落日所以这个欲言又止，这种尽此一醉，这种一瞬的奇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诗人他想要辩证的是永恒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指的是一个很漫长的不断的每天发生的那个东西吗？我觉得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他讲的永恒并不是一个重复没有结束的东西，他讲的是某些一刹那的触动，让你觉得你在那 0.1 秒当中，你好像把你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实践完了，
的那种微妙的感觉，这样他讲的是这个东西哦，他讲的是那个触动。所以周梦蝶在这一点上面他是最抒情的，他不是叙事的诗人啊，叙事的诗人要把自己的生活从头讲到尾，要讲一个事件，但是他不是哦，他是非常传统的，他讲的是触动，外界跟我之间的触动。所以周梦蝶式的诗人或者是受抒情教养比较强烈的诗人，他写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作为一个敏感的个体，那我有敏感的心灵，我跟这个世界碰撞的时候，那个出来的硝烟，那个烟就是我要写的东西，那个我跟世界重叠的影子就是我要写的东西，这样。我觉得周梦蝶是在写这个，所以他在这边对于像晚红、像落日这样子瞬间就会消失的东西，他并不见得觉得可惜，又或者是这个惋惜、这种可惜、这种痛惜的这个情绪，它本身也是刹那即永恒的一个部分，这样。所以《红楼梦》里面全部都在讲时间的问题。大观园为什么会消失？因为小朋友会长大，贾宝玉会长大，林黛玉会长大，薛宝钗会长大，长大他们就要进入成人世界，所以大观园一定会消失，这样。但是到了周梦蝶眼睛里面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也许他可以通过诗的力量，把这些必将会在时间的序列当中消失的东西，他能够通过文字把它保留下来，这样。所以他在他的文字当中重新实现了那个大观园的那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样。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那个之二的部分了、啊。之二部分他就讲到说，他说这个直到胭脂的深红落尽，滋味由甜而淡而酸而苦而苦苦，而苦成一袭袈裟，苦成一阙寄生草，乃至苦成一部泪尽而寄之以血的石头记。好，所以我说他前面，我说他是以贾宝玉自诩，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样。那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现在大家有一种像《红楼梦客》的感觉吗？没有，我只是觉得说，我一直很想破除一种感觉，就是说大家每次在讲周梦蝶的时候只会从佛学或禅的方式进入，这样。但我想讲说它其实是跟言情的那个东西其实关系是非常强烈的。那我前面讲过说贾宝玉有博爱的特质，宗教性的情怀，所以他是不分贵贱、不分真假、不分男女、不分物我，甚至不分人我，以及不分生死，都是所有的异性，不同的异性全部都是他爱的对象，这样。那我们知道他之前他在神话世界里面他不是一颗石头，而这石头是干嘛？是女娲补天之后剩下来的那个东西。那女娲她作为造人跟补天人，她本身就具有博爱的精神，这个石头是她造出来的，所以里面有她的血脉。那贾宝玉是跟这个石头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博爱精神、博爱的血脉在里面就会非常明显。所以我说补天的本性未变，他是带着补天之情来到人间的，所以贾宝玉的那种博爱并不是贪婪啊、不是贪婪啊、是因为那个爱本身在作用，是这种要弥补人世间的缺憾的那种大的爱在作用，这样。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贾宝玉的话，我觉得更能够理解周梦蝶跟红楼梦这两个东西，这样。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那下一页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大家手上的这个周梦蝶的这一首那个红蜻蜓里面，他最后他不就讲说变一袭袈裟嘛，啊，那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什么呢？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现在当然很多人都说不是曹雪芹写的，但是我们暂且不管这种作者跟版本的问题，我们来看他现在现存的那个结尾。那个结尾他就讲到说他爸爸贾政啊，然后就是抬头忽然看到船头上雪影里面有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大红色的斗篷，向他爸爸倒身下拜。那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结尾哦，就是说赤脚穿大红色的衣服，然后在白色的雪影之中他出现了，这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形象。然后他这个地方来跟他父亲拜别，这样。然后呢他爸爸就说这是可是宝玉吗？但是对方并不讲话，对方脸上是似喜似悲，这样啊。然后呢旁边有一僧一道就夹住宝玉说道，俗缘已毕，你还不快走，这样啊。然后他们就飘然登岸而去了。这种似喜似悲是什么？很熟悉的弘一法师讲到悲心交集就是这样的东西啊。这是我们人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对你人世的感觉是什么？不见得是完全的快乐，不见得是完全的悲伤。虽然你出生就注定你要死掉这样子啊，但是这个过程的本身它为你带来了某一些生命上面的蜕变跟提升，而那个东西是令我们欣喜的部分。可是悲伤的部分是什么？是你在这个人世间，当你出生下来之后，你就进入某一种网络，而且你不断的透过你的生命的实践，你把这个网络不断的扩大，而这个网络扩大本身都跟情感
这个东西在生发是有关系的。但是你现在当你离开这个人世，不管你是像贾宝玉这样出家或者是死亡，这个东西都是在斩离你好不容易累积下来的这些网络啊，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悲伤的来源之一哦。那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这个良辰美景奈何天哦，再怎么好的时刻，再怎么美丽的景色，奈何天就是时间都会摧毁它。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一切文学的开头。我们知道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追忆似水年华，他就是在追忆，追忆就是为什么要追？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时间绝对不会再重来的哦，它已经过去了。所有文学家全部都在写已经过去的那个美好。包括任何一种文类以及东西方的文学作家都是如此啊。那这个东西我想在《红楼梦》或在周梦蝶身上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下一页他前面不是说有一阙寄生草吗？那这个东西跟这有关系啊。那这个是一个唱戏的戏曲，我建议大家看那个红色的字就好。他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刚刚出生的时候你本来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这样，可是你来到这人世间之后，你就是我们常说尘网嘛，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情感的网络，结果你在里面你就沾惹了非常多的东西这样。你这个人的消逝其实会引发非常多人的快乐或者是悲伤，人永远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啊，他其实是在讲这个东西啊。你本来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你现在并不是真的这样啊，并不是真的这样。有些文学作品我觉得很有趣哦，文学作品有些时候它的意义，我不能说绝对，有些时候它的意义是在他没有写出来的那个东西。当他这个地方他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时候，并不是他真的可以无牵挂，而正是他的内心有非常多的牵挂，他才要在字面上去表达这个样子的某种领悟跟愿望。哦，其实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没有写的那部分或相反的那部分，其实才可能是真生命的真相，那个你没有办法舍离，断然舍离的那个东西这样啊。那贾宝玉他在这里面就是说周梦蝶或者是贾宝玉，他们对感情对情这个东西的缠绕哦，我觉得可以用这几个字，用这24个字来讲啊。那这个东西呢，听起来这是四个字非常像周梦蝶诗哦。我前面说周梦蝶诗很喜欢绕来绕去这样，这非常像。他说你正我正心正意正，在讲什么？我凭什么，就你凭什么证明你对我有感情？我要怎么证明我对你有感情？我们彼此之间，恋人之间或有感情，不管是母女父子等等之间，他其实都不断的在比较跟证明这个感情本身的存在这样。所以恋人或亲人或朋友之间，如果你们吵架，常常就是因为你没办法证明这件事情，或你的证明对他来说太微弱了。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说呢，在你证我证心证意证，这是第一个阶段。接下来他说事无有证思可云证，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感情非常的好，我们是知己，我们之间有默契，那么我们应该是到达不需要这样比较跟证明的那个境界，你我了然于心，我们才能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有证的，啊，这里面有一个倒反过来的辩证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最后他就讲说，无可云证，势力足尽。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是到了你连这个东西都不需要的时候，你才真的可以说，你跟对方真的就是那种，比如说20年不相见，那个感情都不会改变的那样的一种存在。不过当然到最后那个势力主义，这有一点点进入那个佛家的境界，所以后来林黛玉改这东西就把它改成禅宗的东西。但是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贾宝玉对爱情的某一些理解，在这里面他跟林黛玉为什么吵架，就是整天在心证意证你证我证，他们一直在前八个字，整部《红楼梦》他们两个一直在前八个字，没有办法超脱那个东西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周梦蝶他其实是意图把他诗里面的对感情的辩证一直往下写的啊，所以他一直想要往下写，所以他才会说那个如来跟亲跟感情的对象之间，他怎么样获得那个平衡点，那个是他一生在思索的某些东西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好，那下一页我们要来讲那个走在雨中。对，好，那这首诗呢，这首诗跟前面的那几首诗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这首诗的学究气比较弱，我就比较不会用这首诗来讲那个古典文学的部分了。但是这首诗里面我觉得还是有周梦蝶某一些他很根本性的东西哦。例如他在这边他开头的地方他就说，走在雨中，手背里面夹着一把橘色的雨伞，为了不让伞被淋湿，他宁愿忍着不听打在伞上宛如打在蕉叶上的幽微而令人心跳的雨声啊。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到他如何爱护一把伞，
他不要让伞淋湿啊。那这种行为其实跟贾宝玉是完全一样的，你在《红楼梦》里面可以找到完全可以相应对的情节，在这里面他看跟自己性质不同的东西比他自己还要更重要。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拿到一把雨伞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它功能性，它是遮雨的。可是对他来说，他希望他不要被雨淋湿，因为他爱护它啊。然后呢，他就说为了要保护这把雨伞啊，他宁愿忍耐某件事情。他忍耐这件事情本来是非常有情调的，是他很想做的，是非常文学性的，就是他不去听那个打在伞上宛如打在蕉叶上的幽微而令人心跳的雨声。那现场如果有听众是非常喜欢念古诗古词的话，诗词的话，你念这个雨打芭蕉这个东西是这个古代文人非常喜欢的东西所以古代文人这个窗户前面一定要种芭蕉，这样子才显得自己很有气质这样因为他们喜欢听雨打芭蕉，或者是雨打梧桐，或者是雨打枯荷，大概就是打这三种东西这样。那当然在我们台湾呢，这个雨打枯荷也不是那么容易听得到，我们大部分听到可能是雨打樟树、雨打椰子树或什么鬼东西之类的。但这个东西呢，明显是南国色彩嘛，它不太在古诗词里面出现了。那古诗词他们基本上都是这几种东西这样。然后呢，他下面他就说，许久不曾有过这份渴望了。雨和街渠和灯影和行色和寂寥，人和旧时一样，是我畏惧着欢乐，一欢乐取意体恤我的柔弱。面对永远没有表情的夜，蓦然他把掌中的伞秋葵一般张开而且扬起那这首诗其实我觉得它最强的地方就在第二段的前面那四行，后面那几句其实我觉得还好的那我觉得他前面那四行非常厉害他就讲到说他许久不曾有这份渴望，什么样的渴望呢？他在第二行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只是把那个景色说出来。他说现在有下雨，雨中的街道想必是湿润的发亮的那种感觉。那在这个湿润的发亮的，比如说柏油马路上面，它会有一些金色的光影在上面闪烁，这个东西就是灯影那在灯影在那种雨声之中有什么呢？行色。行色是什么？是路人匆匆走过的时候的身影的那种表情，是这个东西里面有很多跟我不相干的人走过，然后呢在行色在灯影在街渠在雨当中，它衬托出我这个敏感的心灵，我内心的寂寥所以他这个讲得很慢就是中文的讲法，他不是一开始就告诉你我要讲什么，他是绕一个圈子让你跟着他的脚步去累积那个情绪这样。所以寂寥千万不要在第一个就出现，他应该在最后一个才出现，那个艺术效能才会非常的强烈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人和旧时一样，和以前一样，然后后面是破折号，大家可以观察，就是破折号是最难用的一个标点符号，鲁迅跟钟梦蝶都非常喜欢用破折号这个东西用得好的话，会让你的文学作品有非常多的曲折跟回转那味道会更强烈。那什么东西它就是一样呢？是我畏惧着欢乐。什么样人会畏惧欢乐？为什么我们会畏惧欢乐它在这一点上面，我认为跟它在这一点上面，它体现了它有林黛玉的灵魂林黛玉说什么？他说世人都喜欢聚会，不喜欢分离。他说但是林黛玉不同，他喜欢分离，不喜欢聚会。因为他会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聚会，之后的分离一定会非常痛苦，不如一开始大家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永远都不要聚在一起这样。所以你说他们是畏惧欢乐吗？不是，他是畏惧欢乐之后的那个痛苦。那为了不使那个痛苦成真，干脆连那个欢乐都不要有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是我畏惧着欢乐，他畏惧的东西是第二行告诉你的那个寂寥。可是你说他畏惧欢乐，因此他寂寥，然后他难道就要秉挡这一切，他就不要这一切吗？可是他第一行告诉你，他说许久不曾有过这份渴望，他渴望什么？他还是渴望欢乐他还是渴望这个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诗人他在这里面他是非常非常的矛盾的。所以我们常说他是孤独国的国王，那孤独国国王应该以自己所统治所享有的这些孤独来作为他永恒的最庞大的资产，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不断地去叩问爱跟存在的意义。那他不断地叩问这些东西，正是因为孤独国国王他在他的孤独国里面他不见得是完全满足的。那我也不能直接说他是彻底不满足，我应该说他是矛盾的
哦，他是矛盾，他是暧昧的，他是徘徊的，他在那个如来，就是那个佛的超脱的那个部分，跟入世的感情的执着的那个部分，他在之中不断的往来。那我们今天要说，如果这个诗人他完全没有执着的入世的感情的那个部分，事实上他是完全不用再写诗了，他就不用写诗了。我觉得文学创造、艺术创造这个东西，它本身跟我们讲那个空的那个境界本身是有，是彼此是有汉隔的。所以就是因为他还在这两岸当中徘徊，他还没有真的度过那个迷津，所以他的诗才能够写那个回旋的感觉，讲内心的徘徊跟暧昧的感觉，能够写到这么好。而由于他的内心不断是暧昧徘徊感觉，所以他的句子才会常是一种缠绕式的，也就是他的形式具体显现了他的内容。那这个是文学作品写到最好就是这样，你的形式本身它就象征你的内容，它两者是合一的这样。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的觉得钟孟蝶是诗人中的诗人啊。那没有人比他更像一个诗人，包括如果你是里面包含一些比较肤浅的设定，例如诗人应该要很瘦什么，或很穷什么之类的东西，那他也有啊。哈，那就是说这个多情的部分、深情的部分、暧昧的、徘徊的、痛苦的部分，他其实是都有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人，他写到90岁还是非常了不起的。那这部电影如果还没有看过的人，我真的是蛮建议大家去看的。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导演他怎么样，他其实是拍钟孟蝶的一天，可是他用他的一天来象征他的一生，有一点像是那个尤里西斯的那种写法，一生中的一天那种感觉这样。那你在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他对他的感情跟他这种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些琢磨这样。那我觉得尤其是到最后他的整体的那种静定跟美，是我觉得陈文馨导演他在电影里面特别能够向钟孟蝶致意的部分这样。那应该时间已经到了这样，那就是我的演讲其实跟钟孟蝶的诗的情调有很大的差距啊，因为我讲话非常的快速这样，那钟孟蝶其实是很慢的，就请大家在那个心情比较平定的时候就是再来读他的东西这样子。好，那今天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杨嘉贤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